这个视频，我向大家分享一些最好吃的圣诞甜点。首先呢，我们来做德式苹果蛋糕。我们需要准备一 cup 的普通面粉，或者叫通用面粉，一小茶勺盐，也是 2.5 毫升的盐，然后我们再准备一大勺，也就是一 tablespoon 的15毫升的 baking powder， 就是泡打粉。接着我们把它搅拌均匀。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一整条的黄油，可以是带盐的，也可以是不带盐的黄油，用微波炉软化，有20到30秒就可以，不要软化完全成液体，成为半液体、半固体状态。我们加入半杯的白糖，白砂糖，或者根据您的使用白糖的量啊，可以少放。然后我们用搅打器，用打蛋器把它打碎，把糖和黄油完全融合在一起。因为呢，它会崩溅，所以我们最好在水池中进行搅打，而且用一个比较大一些的这种搅拌盆为好，这种和面盆为好。好，接下来我们先放入一个鸡蛋，再用搅打器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接下来再放第二个鸡蛋，完整的鸡蛋，再次搅打。我用的是打蛋器的二速档位，打了40秒钟，打出来成为完全的糊状啊，这种糊状的状态。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准备苹果，两个苹果啊，两个苹果去皮。我爱人这个苹果去皮啊，每次都是非常非常的让我感到特别的惊讶，永远是一次性把一个整整的苹果完全削好，这速度啊，这技术堪称一流啊。两个苹果准备好，来把苹果分成8瓣，这是我买的切苹果器，特别的好用，只要从上向下啊使劲一按，一次性核和果肉就分离了，而且稍微大一些的苹果我们很平均的就分成了8瓣。接下来我们准备半杯糖粉，做德式蛋糕当中经常会用到，把它单独啊放到一个小碗当中啊，然后呢，我们再加入一 teaspoon， 也是5毫升，一小茶勺的桂皮粉，不喜欢吃的可以少放，或者不放都可以。然后把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一会儿就会有出现焦糖现象，非常的好吃。好，充分的搅拌搅拌，这时候我们要烤箱预热375华氏度。转换成摄氏度就是190摄氏度。然后呢，我们要做准备，把蛋糕的小烤盘啊，稍微有一点深度的蛋糕烤盘，我们完全给它喷上油，这样一会儿烤好的蛋糕就会轻而易举的取出来了。好，下边我们放一点香草香精。好，把香草香精搅拌均匀之后，下边我们就要把刚才的粉状物分这么2-3次，边倒入边搅拌。你也可以用搅拌铲来搅拌，都可以。我爱人的爷爷呀，是一个德国的面点师。
很会做面食啊，这是德国家庭经常吃的苹果蛋糕。哎呀，我吃的第一次就爱上它了，真的是特别好吃，而且苹果还特别的有营养。这不，今天我又想吃啊这个德国的苹果蛋糕了。爱人很喜欢给我做这些面食，每次他做我都在旁边欣赏，挺有大师风范的。今天呢，我计算了一下，他最后啊加入面粉的这次搅打大概一共是1分0.10秒。好，最后搅打完是这个样子的，完全成膏体状，然后把它倒入刚才您已经喷好油的蛋糕烤盘中，然后把它铺平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把刚才啊切好的那些苹果，一共是16瓣，把它像花瓣一样给它紧紧的啊压在上面。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浮于表面，要像踩雪一样把它踩下去啊。然后呢，我们把混合好的糖粉和桂皮粉呢，把它撒在苹果的上边，最好把苹果呢覆盖上，这样呢一会儿烤制的时候呢，就有这种焦糖现象出现，非常的漂亮，而且好吃。最好的方法是戴上手套呢，用手来撒在上面最好。好了，烤箱已经预热好，我们把它放入烤箱烤至30分钟。30分钟之后，我们用小的牙签试一试，不粘连，德国苹果蛋糕就做好了。下面呢，我们来做蔓越莓香橙糕。您看，这喜庆的蔓越莓香橙糕，看着就让人这么有食欲和喜庆的气氛。我们首先需要准备2杯通用面粉，半茶勺盐，半杯白糖，甚至于更少，半茶勺小苏打，一点喷雾油，1.5勺的泡打粉，1杯新鲜的蔓越莓，4勺黄油，然后软化，1个鸡蛋，1个香橙。好，橙子呢，请您挑选比较大的橙子。我们做这个蛋糕，既需要橙子皮，又需要橙子的果肉。啊，橙子它有，尤其橙子皮，它有化痰消食止咳的特殊疗效，也可以说是非常健康。好，那么这个蔓越莓呢，我们需要准备的啊是新鲜的蔓越莓。新鲜的蔓越莓啊，它能够预防尿路感染，抗幽门螺旋菌，对于胃有好处，还抗氧化，预防口腔心脏等很多疾病，好处那真可以说是公认的数不胜数啊。好，我们先来彻底的刷洗橙子皮，因为我们需要用全部的橙子皮，所以要把橙子皮啊刷洗得特别干净才行。好，刷洗之后呢，我们用这种叉子，用最细的小孔啊来擦碎，就是磨碎橙皮。大家看，磨出来是这个样子的，一块一块磨，一块换一个地方，这样把全部的橙子皮全要用到我们的蛋糕当中，才能真正的使我们的蛋糕增加更多的营养。好，我们磨完给大家看一看啊，所有它全部的橙皮都被我们磨得很干净。大家看，碗中的橙皮是这样的细碎的啊小沫子。好了，然后呢，我们把剩下的橙子1切2半，用手动压汁器或者用电动的榨汁机都可以，
你也可以要全部的橙子，把它榨成汁儿也可以啊。然后呢，我们挤压完这些橙汁之后，应该达到的是1/4杯。如果达不到没有关系，不足可以用水来补足它，或者用新鲜的其他橙汁来补足都可以。好，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磨碎的橙皮和1/3杯的橙汁。下面我们第二步要来彻底的冲洗多余1大杯的新鲜蔓越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会儿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些不太新鲜、老旧、软了的这样的蔓越莓，我们就剔除它，不要。挑选出非常优秀的，我们来切成两半，每一个都要切成两半，需要用一点时间啊，需要用一点功夫，用一点时间，请您要有一点耐心。好了，大家看，现在我们是正好一杯。这些不新鲜的我们就丢弃它不要了。下边呢，我们要准备2杯通用面粉，我们开始制作了。把2杯通用面粉放在一个大的搅拌盘里，然后加入我们这些磨碎了的橙子皮，现在都是固体的物质啊。然后我们再加1/2杯糖，您要是糖尿病患者呢，就可以不加糖，甚至于少加一点糖就可以了啊。然后加入1.5勺的浩达粉，再加1/2勺的小苏打，再加少于1/2勺的盐就行，加一点盐，我用的是大盐，味道更好一些啊。加完这些，我们先把它拌匀，然后呢，我们再加入刚才切好了的蔓越莓，再一次把它拌匀。下面我们要做液体的物质，也就是首先要软化黄油，45秒软化，通常都能够软化的非常成功。然后呢，我们准备一个大碗，在大碗中呢搅打一个鸡蛋，搅打之后把刚才融化的这个黄油倒进去，再倒入刚才压榨好的这个新鲜的橙汁儿，搅拌均匀以后呢，就倒入刚才的面盆当中，把它们和匀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这个蛋糕不需要油，不需要牛奶啊，非常的简单。然后呢，我们准备一个8×4英寸这样的一个小烤盘，烤面包的这种烤盘，深度烤盘，然后就喷上油。喷油的目的呀，是我们烤出来的蛋糕可以轻而易举的就拿取出来，从烤盘中取出来。好了，然后倒进烤盘，350度烤55分钟到65分钟，是您的烤箱大小、烤盘的是高深都不一样，最少不要少于55分钟。烤完之后啊，您一看，我还没有录像呢，我们家就全吃完了，就剩下这少半个，给大家照一照，让大家看一看是这个样子的，非常的喜庆，人人爱吃又营养丰富的节日蛋糕，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下面呢，我们来做西式的核桃小饼干。在商场里卖的呢，有的时候叫它墨西哥婚礼饼干，有的地方呢叫它德式圣诞小雪球，不管叫什么了，它非常的好吃。好了，我们需要准备这几样东西。首先呢，我们要准备黄油，我们准备的是这种没有盐的黄油。在商场里卖的呢，有一种是有盐的，通常我们买的都是加盐的黄油，我们这次要做所使用的是没有加盐的黄油。我们需要两条，这一个盒里是4条，我们只需要用2条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还需要准备，大家请看，这是山核桃。如果您特别喜欢吃山核桃的话，可以全放山核桃。但是呢，我喜欢
用一半山核桃，用一半呢是核桃，因为在国内的时候特别喜欢吃核桃，所以我喜欢用一半的核桃。山核桃的味道会更酥脆一些，核桃呢更软绵一些，所以呢您喜欢用哪一种都可以。山核桃比核桃的价钱要贵的很多。好，我们还需要准备的就是糖粉。这种糖粉在超市里边大概1块钱就可以买这一大袋。我们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到它，非常方便。好，除了这种糖粉之外呢，我们还需要准备在做西餐当中，尤其是西餐的点心等等这些这个甜品当中，通常会用到这个芳草香精。这个芳草香精所添加出来之后的味道会比您不加这个香精要好的很多很多。好了，下面我们更最需要的就是2大杯的面粉，就是普通的面粉就可以。好了，下边我们先把2条黄油这个给它软化。我们把2条黄油扒开它的蜡纸之外之后，放在这个玻璃杯子里边。如果您要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呢，那么就需要软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如果不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我们需要软化的时间很短，也就是20秒钟就可以了。那么我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所以呢稍微时间长了一点，我定时是30秒钟，因为天气热，我的时间呢有点稍微长了。那下边我们接着就要用1/4杯的糖粉，我们用刀的背面，就是刀背儿，来刮平这个杯的表面，使糖粉的这个数量特别的准确。然后呢，1/4杯的糖粉倒进我们软化好的黄油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放香草香精。大家看到我这个量勺了吗？就是一勺的 teaspoon 的这样香草香精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要戴上手套，把这个软化好的黄油和糖粉还有香草香精一起搅匀，充分的搅匀。搅匀之后呢，我们再放2杯的这个普通面粉。这个两杯我们也要用这个刀背把它刮平，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多少以后出来的质量是不一样的。好，下面我们买2杯，还是用刀背把它刮平。大家请注意，我们只要用到2杯的时候，请您一定要用这个刀背，每一次都要多少量就要把它这个尽可能的准确，这样做出来的会更好吃一些。然后呢，我们把面粉和香草香精，刚才您和匀的已经和匀了的这个软化黄油和您的面粉放在一起，请您记住不要放水，因为黄油里边已经有大量的液体了，所以不需要再放任何的水了。下面呢，您和好以后，我们接下来准备这个做饼干专用的蜡纸，把它铺在烤盘上，然后我们再一次的去揉面。因为我放了一半山核桃，一半核桃，所以呢，我把它分成了2部分。分别放在2个这个玻璃盘当中，揉完以后可以稍微的静置5到10分钟。这时候呢，我们就来准备1/2杯的山核桃和1/2杯的核桃。
你如果只全用核桃的话呢，山核桃的话，您就可以用一整杯的山核桃。我接下来又准备了1/2杯的核桃，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把山核桃和核桃揉进您的这个面当中，这个面团当中，经过反复的这个揉搓呢，实际上它这个黄油在里边已经开始起作用了，所以一会儿的饼干就会特别的酥。和好以后呢，我们再静置这么5分钟左右吧。如果你喜欢吃更酥脆一些的，你就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用泥纸膜包好，放到冰箱里静置半个多小时。好，接下来我们要做很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这个揉小球。我们要搓的球呢比较小，因为它这个黄油会使得它这个面这个小饼干发起来一点，所以呢我们稍微小一些，这样发起来以后会比较好看，而且大小正好适中。如果您揉的球稍微大一些，那么发起来以后就很大，既不好看也不方便吃。所以呢我们揉的球稍微小一点，我大概这烤盘上一共能这个每一排大概能出现4个，那您可以适当的看您那小球有多大，比我们的大拇指这个度稍微大一点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设置烤箱400度预热，我一共能够做出了28个小球，还剩一点面团，我就把它放到冰箱里冷冻了，留着下次再做。好，下边我们烤箱时间到，我们就把这它放到烤箱当中，设置18分钟。您一定要在10分钟左右就要打开看一下，因为有的烤箱是不一样的。我这是烤到12分钟的时候我就拿出来了，那您看看现在已经只要它表面变得微黄啊，这就已经熟了。好，然后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小的烤盘当中。下一步也很关键，我们呢要撒糖粉。我们拿一个这个漏勺，我今天用的是个小筛子，然后呢用2勺崴一些糖粉放在我们这个小筛子里边，然后轻轻的磕碰这个小筛子，您就看到糖粉都均匀的撒在了这个小核桃饼干上。然后我们把它摞到一起，可以再撒一些糖粉，因为糖粉的这个甜度并不是很甜，吃起来也很香。我们在温度比较适中的时候，也就是它还是很温热的时候，我们就撒糖粉，这样糖粉能够粘在这个雪球，就这个核桃饼干上，这时候你就可以享用了。